阪新斋桥 Osaka Shinsaibashi 和大阪城 Osaka Castle 是日本大阪市的两个著名旅游景点。大阪新斋桥是一条长约600米的购物街，位于大阪市中心南部的新斋桥地区，这里有各种时尚店铺、餐厅和娱乐场所，是日本著名的购物天堂之一。此外，这里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商家和街区，如道顿窟和宗右卫门庭等。大阪城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，位于大阪市中心东部的大阪城公园内。这座城堡建于16世纪末期，曾经是日本战国时期的重要军事要塞，如今大阪城已经成为一处知名的旅游胜地，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建筑和景观，例如城内的武器和铠甲陈列、石原和城壕等。此外，大阪城还有一些博物馆和文化设施，例如大阪城博物馆和茶道体验中心等，供游客参观学习。